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，不惧马革裹尸，永远冲在第一线。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。是，命令已经下达，作战任务已经明确，打出国威，打出军威，打出国威，打出军威。带我的个兄弟跟我一块走。不在啊，主持工兵带上家伙事儿，我们先走。是，春生彩排了。春生怎么样了？